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你们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全新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我要上春晚》。赶紧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表演嘉宾。我就不由自主的就想到《牡丹亭》里那一句“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真是美。而且刚才那首歌叫《镜花水月》，对，是新创作的一首歌曲。这是我一场演唱会的一个名字，嗯、身外之身，梦中之梦。嗯，所以呢，就起了叫《镜花水月》的这个名字。哦，你是说在日本办的那场演唱会吗？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刚刚在日本办的那场演唱会。对，刚刚回来。刚刚回来。对。而且听说是当时你也邀请到了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位歌舞伎演员。对。叫坂东玉三郎，坂东玉三郎也特地到现场去看了你的演出，当时他有什么评价吗？因为坂东先生在日本是属于国宝级的大师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呢，我们之后在一起喝咖啡，在聊艺术上的事情的时候，他跟在场的所有的人说，用日语嘛，他说我看李玉刚坐在我身边的时候，看他长得也不怎么样，为什么一化成妆会那么的漂亮？就是这样的一个评价。嗯，
漂亮哈，真是漂亮。你说那个要说到这倒是真让我想起了一个题外话，就是浴缸化妆都是自己化的是吗？对啊，刚才自己化的、自己化是吧？像一般这样一个妆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因为化妆时间比较晚，所以呢今天大概有40多分钟吧。那已经很快了是吧？今天楼导都化了2小时呢、谢谢楼导。真的是吧楼导？当然我底子比较差一点。那个咱稍等一会儿来点评，我先请大家看一看刚才我跟浴缸说到的他刚刚在日本结束的演唱会的情况好不好？来一起来看一段视频。听一下评审的感受。我来先说吧，因为浴缸咱们很熟，非常熟。他从那个星光大道出来啊，这一路走来几年啊，我觉得原来很熟悉我对李浴缸，现在我觉得越来越陌生了。为什么陌生呢？我觉得他现在越来越超越自我了，就整个超越自我了。那么这几年呢，春晚其实也一直在关注李浴缸，我们一直在关注李浴缸，他进入过我们的大名单，进入过大名单，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考虑的这个今天跟那个浴缸说也无妨，就是他的作品，就是有那么高的知名度，或者有那么多人喜欢你，那么在那天晚上，当十几亿人关注你的时候，你能不能拿出十几亿人所想期待的、所匹配的作品？我们需要你拿出精品，对你的要求是需要精品。所以我呢就说一句话，这个像李浴缸这样的表演啊，这个男的可以演得比女人还要女人。那么我旁边的这位女导演呢，她可以做得比男人还要男人。这个大家同不同意我这个观点？同意。那么由我们这个，但是楼导明显不同意，他摇头，他当然不同意，有一些不实之词竟然也在公开的场合说出来，而且是这样身份的一个男人。说明我女性魅力肯定是差点儿，我这点要向浴缸学习啊。那个我今天看，我是头一次这样面对面的看浴缸这样演出，我确实看过他的一些生活照、一些采访什么的，是长得不怎么样，不是不怎么样，比我好。就是说今天我一看我有点神奇啊，我觉得神奇，我觉得他骨子里有一些东西。对，其实对中国戏曲中的男旦我们并不生疏，我从小就知道女人是由男人扮演的，但是浴缸他不同。不同是为什么？你遇到了不同的时期，你上面有你的大师，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学习，有四大名旦、四小名旦，有很多老师在你面前。但是呢在这个时代，在这样80、90啊这样年轻的观众对你的热爱面前，所以你有特别宽的路，特别好的机遇，所以你和大师不同。但是呢刚才我听说你在日本和国宝级的啊，当然你出去也是国宝级的，起码你回来以后你要奔着国宝级去努力。沙宝一直没发表自己的看法。浴缸呢，因为我们俩有时候坐飞机啊，去演出，我们就特哥们儿，然后一起聊天，就每次我跟那个老师的感觉是一样的，就坐在我身边这个人上台怎么会是这样的，就会有这种感觉。然后他今天的这种我觉得他很肃静，今天的这套服装，而且最让我感到特别那个激动的是，他今天那个歌我觉得唱得特别的好，真的很美。因为我刚才注意了一下所有的人在看你的时候，尤其上了一些年纪的老年人，就是啊，你瞧那大姐目不转睛。对，然后刚才我看那些小姑娘也 是吧，你瞧大姐一直竖大拇指说什么呢？哦，就为她来的，哎，没我们什么事儿，主要是对，就为她来的。所以刚才我觉得这是不是待会儿您就走了，是这意思吗？千万别，我们后边还有好看的呢。刚才楼导说那话我特别，刚才我也想说，就是我觉得浴缸，如果你继续努力，继续好好的去丰富自己的这个艺术的这个积累，我觉得你一定会成为国宝。从身边人到台上人，这种
巨大的转变，绝不是四十分钟化妆就能达到的。他从98年到06年，8年时间苦练男扮女装，一直到今天，应该说已经有一些成就了。但是对艺术的执着，你看，细到自己的每一笔眉毛、每一朵花的追求上面，所以这也是他成功的道理。好了，再次谢谢玉刚，也祝福你。谢谢。还有什么想说的？以前一直专注做自己的艺术上的东西，很少去聆听了。今天站在舞台上跟你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又聆听了很多很多让我受益匪浅的一些东西，所以真诚的感谢大家，还有几位老师。我会继续努力，给大家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希望大家期待着看着我成功的那一天，更成功的那一天。好，谢谢，再次掌声送给李玉刚，谢谢。我要上春晚隆重推出2011泰国盛典 CCTV 37月9号晚上7:30，敬请留意，我会等你哦。OK， 谢谢。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节目录制现场，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由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我要上春晚》。接下来要表演的就是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过上乘表现的创意节目，来看一看今天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表现。我觉得这个创意非常棒，我给你提一个建议，四个女孩往那么游离的时候，剩下就剩四个腿，那个片儿别动，光腿在跳。你的意思？你们穿的最好是女孩的服装。我咋又站起来了呢？你们穿的应该是女孩的服装。对不起，上身是男的，下身是女的，就像是他们四个女孩身子到这边了，完了四个腿在那放着跳，完了再回来，完最后再露出你们四个小伙子。汤哥不行，他们腿太长了，你上去特别像女孩。我上去用不着那么高的步了，一咕噜就完了。哎呀，我觉得就是年轻就是好，有跳踢踏舞给我感觉最需要的是什么？激情，激情，洋溢的激情，而且就是脸上就是永远洋溢着。腿一定要长，跳出有力度，是吧？腿一定要长，腿长，最起码得26.5的裤衩。还是你的裤衩，我们都穿三尺二。对呀，对呀，我穿三尺一。再次感谢各位，谢谢。谢谢，欢迎朋友们在收看我们《我要上春晚》节目的同时啊，也通过 CNTV《我要上春晚》的官网进行投票，为你所喜爱的表演者投上一票吧。我们也将从所有在网络上给我们留言的热心观众当中，每期抽出3位幸运观众，获得由阳光保险集团独家提供的时尚平板电脑
一台，每人一台。另外也将在短信平台上为我们留言的观众当中抽取三名幸运观众，每人获得一台由阳光保险集团提供的时尚平板电脑。另外我们还将在年底的时候在全程参与我们网络和短信互动的观众当中抽取30名幸运观众，也将获得阳光马尔代夫之旅和阳光春晚系列保险一份，也期待着大家的参与。那今天什么节目呀？今天呢，准备唱一首严老师的歌曲。掌声欢迎！年节唱起了二人转，喜气祥和多美满。忙时唱起了二人转，豆曲解乏贼舒坦。三伏唱起了二人转，汗流浃背不觉热。数九唱起了二人转，心中升起火一团。卖点力气要给朋友们展示一段功夫。哎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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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嗨哟！注意了，朋友们，关键时候到了。渴了唱起了二人转，就像喝了甘泉水。饿了唱起了二人转，不吃不喝一停几天。三伏唱起了二人转，汗流浃背不觉热。数九唱起了二人转，心中升起火一团。你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你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马东，你说两句作为语言类节目总导演。我问个问题吧，行吗？大家都知道春节联欢晚会是可能是中国一年一度最大的一个综艺舞台，这个舞台再大它也不会大过对你个人来讲人生的那个舞台，所以如果你不能上这个大舞台，我想请问你们在人生的舞台上你们会继续的怎么表演？其实要不能上春晚这个舞台人生我还是需要就是在我自己小小舞台上为台下的每位朋友们带来欢乐，给他们带来笑声。7月9号10号晚上7点半，CCTV3我要上春晚隆重推出开播盛典，我等你。向大家介绍一下来自河南省鹤壁市浚县职业中专的学生，今年19岁的郑贵贵。大家好。乍一眼看贵贵可能和普通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但是再仔细看大家会发现贵贵的右手是没有手指，但是他凭借着自己坚强的意志用了2年的时间练得了一手好钢琴。谢谢哥哥，谢谢，真好。我想他们一定和我一样是非常感慨非常感动的，
看完了桂桂的演奏，我当时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我进戏剧学院那个时候我就想弹钢琴，因为我觉得女孩坐在钢琴前是很美的一件事，可我到现在十几年了，我还没有弹成，我真的在这点上远远不及你。看到她，我想起了一首歌，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间，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我绝望，我要上春晚，不一样的舞台，不一样的精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推荐嘉宾。这位叫霍成伟，霍老师好。你好。这位叫刘池，哎，霍老师今年已经60了。当年他曾经在大会堂接受了总理的接见。对。而后他们两位，包括特别是霍老师，就是在世界各国，全国各地演出。好，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孙悦推荐的这个节目，名字就叫《吉他与小提琴》。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奥运冠军杨威来点评一下这个有高难度的动作，你看着觉得怎么样？你能不能拉小提琴？对呀、啊，不能。我觉得他们这一对组合给我们带来的是三重享受。嗯，音乐、杂技、嗯、滑稽。哎，对。那么音乐给我们带来一种欣赏。嗯。杂技给我们带来一种惊险，滑稽给我们带来欢乐。哇，杨威，杨威，我才发现你口才这么好啊！一般一般。你在中国体操队的春晚上，你一般都演什么节目呀？演您这个角色。哎呀！哎呦！哎呀！朱军压力大了，哎呀，男主持人有后起之秀了。来，我们看看三位春晚总导演有什么题目要留给你们。就问一个题目吧，你俩练过杂技吗？肯定是练过。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一个有竞争性的节目。把我们最好的展示给大家，展示给全国人民就可以了，通过这个舞台就够了。我觉得没有什么拉票的一些那。行，用你们的表演来赢得大家的支持。哎，对，嗯，好，好，也再次谢谢霍老师，谢谢刘池，谢谢。也发现了在这个舞蹈队里边可以说有多民族的孩子在一起学习生活，有维族的，有汉族的，好像还有蒙古族的，锡伯族的，回族的。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表演呢？阿凡提的礼物。阿凡提的礼物，来，掌声欢迎。
起，看不看出来？能派几个代表来单独秀一下吗？棉花糖同学，你有什么特别擅长的？爵士。爵士，来把帽子扔了，来一段。哪天你教教我啊？你棉花糖，棉花糖同学，因为爵士也是我的所爱。哎呀，就棉花糖教我们走稿了，来吧。会师在这，会乱评价。大兄。哇！我要上春晚，不一样的舞台，不一样的精彩。很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他，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现在有很多的粉丝，他们俩的粉丝叫钢镚儿，对对，是吧？对，嗯，是不是也都是很可爱的一些人？对对，嗯，是非常可爱。想不想在这里也对他们表达一下你们的感谢？嗯，感谢你们的支持。嗯，我们会唱好我们的歌，做我们真实的自己。希望你们都注意身体，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二位评审，你们这是第一次听他们演唱，是不是有很大的触动？是，比如说他没意识到自己是个表演者，他也没有穿上我们固定脑海里那种演唱者、表演者应该穿的衣服，他也不露出我们期待他们本身没有却要面对镜头努力做出来的那些不必要的笑容。这样我倒觉得观众反而给予特别真挚的信任和感动。作为一个专业的艺术工作者，特别特别羡慕或者呼唤着一种真诚和质朴。你们的优势在哪里？它就是真，一个你们身份的真。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正像你们歌里唱的一样，他在呼唤着春天，而且春晚离春天更近。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他，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
声有请下一位推荐嘉宾。几岁？几岁？四岁。啊，对，练了几年了？练了四年了。展现一下你动人的小肚皮啊！来跳一段，哎呀，哎呀，哎呀，跳一小，哎呀，哎呀，好，小朋友们。这个最小的今年才只有4岁。是啊，你干嘛呢？你困吗？困吗，宝宝？想不想睡觉？不想啊。那你想干什么呀？我想唱春晚。好，想唱春晚。我想唱春晚。我觉得他们不用演什么，他们站在这儿就是人间美景，就是小孩什么都不用演就能打动人，更何况他们演的都非常好。对，尤其这个小孩，你看，就是小天使。对，你瞧，谢谢小宝宝哈，全台的小宝宝都算上。你们注意到没？我们孩子们就是为了给你们留下更好的印象，他们这个动作已经摆了有10分钟了。就是嘛。看到没？是吧？现在可以放下来了，孩子们。不，等他们给痛快话之后再放。孩子，看着对面那三个大灰狼，对，看着他们，还是会看着他们，还是让在那还是让负责歌舞的那个大灰狼来说吧。在那儿，刚才那歌舞的大灰狼看得最入神了，在那儿啊，看着他，对，手举起来，好，栏目组安排这个环节啊，让我们问问题，我们再问问题，我们就真成大灰狼了，所以我们不问孩子任何问题。那你就给个痛快话，非常好。谢谢孩子们，谢谢。我要上春晚，不一样的舞台，不一样的精彩。你好，向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四川成都的王黎明。原来是咱们青川中学的老师是吗？嗯，小学老师，所以也可以称您王老师哈。王老师今天带来的是一个器乐表演。哎，对。叫什么？叫绝胡吧。叫绝胡。哎，对。绝是？爵士鼓。爵士鼓的绝。胡呢？二胡。哦。这么也就是说，我真得跟你保持距离。也就是说，您是把爵士鼓和二胡融合在了一起。对。挺绝的，我从来没看过，也很难想象。来，我们掌声欢迎王黎明。好，谢谢。
要上春晚已经告诉大家，多次告诉大家这样的信息，老百姓的舞台，但同时也是明星的舞台。那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你想上春晚，那你就得有觉的。您说您拉的二胡，说实在的，你比赵本山拉的真的是差太远了。但是怎么办呢？你总得想辙吧，你就应该在这些独特的方式上呢想一些办法。我听说过腰肌劳损，我还没听说过脖子劳损，但是如果老是这么用的话，可能会有问题。你会打爵士鼓吗？我会一点。王老师让一轮试试好了。掌声不够热烈，欢迎林一轮。再怎么讲，二胡肯定不行了。不你不会拉二胡吧？我不会，我你真不行。王导，哎，那个我特别有诚意上今年的春晚，哎，但是您如果这么难为了我的话，我放弃了。我要上春晚，隆重推出2011开播盛典 ，CCTV 3，7月9日、10日晚19:30。我等你。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瞬间开启花一朵。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点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好想问你生命留下一首歌，不论结局会如何。你是我心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好想问你，生命留下一首歌，不论结局会如何。谢谢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节目录制现场，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由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我要上春晚》。这个民工街舞团也是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印象的，他们当中从原来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可能有24个，对，有20多个人了。嗯，其实现在可能还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在
在练舞蹈，对吗？对，是吧？嗯，所以他们的生活条件虽然很艰苦，但是挡不住心中对舞蹈、对街舞的这份热爱，对、兴趣。对，其实因为这种兴趣，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快乐。对，今天呢，他们要把这份快乐带给我们的观众，来，掌声欢迎。你最有权威性，是你今天、你今天得给他们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刚才某一个动作，对，指点一下，对，对，太好了，这就是咱们今天最大的收获。也再次谢谢小伙子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有什么想跟春晚总导演和全国的观众说的吗？有吗？我要上春晚，你看行不行？19:30，我等你哦。你好，你好，江大哥，欢迎您。小姐，你好。掌声欢迎姜育恒。Hey.
其实有满足安慰着孤寂，我愿是爱的痕迹写在你心里别抹去，有微笑伴着眼泪共期许，有满足安慰着孤寂，我愿是爱的痕迹写在你心里别抹去，让未来拥抱过去付出的爱，让明朝迎接往昔做过的梦，是永不褪色的痕迹。没有任何资格在这里做任何点评似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江大哥，我真的从很早就听您的歌，您的歌在我的书包里面一盒小小的卡带都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封面都烂掉，但是这个小卡带放在我那个很有年代感的绿色书包里面，让我感怀万千。刚才你们俩是联手联袂这个即兴来了一段再回首，我觉得不妨联袂再来一段跟往事干杯。江大哥刚才特别诧异的看着我说，我们这是在搞什么？江大哥我跟你讲，搞春节联欢晚会，对不对？春晚就应该这么搞。来，我们的音乐。经过许多事，你是不是觉得累？既然的滋味，我怎样体会？也许是伤口还流着血，也许的身段还有泪。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伤悲，请让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跟往事，没有合作过吗？我们有一次要美丽神话，对对，就是美丽神话，就这首歌被毙了，没错，对，被毙了。哎呀，好遗憾呀！也不知道为啥，你说正常，对，不知道咋的了呢。后来人家说我是受了，到现在还怀恨，我是受了这个韩红的拖累，我没有心宽着呢，心不宽不能长那么胖。没有，所以我你怎么说上东北话了，奇怪。那个没让你演小品啊？我没演小品。那你干嘛倒口干嘛呀？我不倒口，我回不来了。你回来。我回不来了。你回来。让你。你快回来。赶紧回来。
好吧，就把这首歌生命因你而存在，你快回来，我依然承受不来，你快回来，神话把我的思念带回来，别让我的心看，真是来了就来，没错，那个说来就来，是我们这样，但我们还是来神话吧，神话好吗？美丽的神话，让唱啥都行。对，我觉得要好好的唱一个，咱俩给大家欣赏。咱俩啥都不怕，真的，就这唱歌啥不怕。是是，有你我真的不怕。来，掌声，美丽的神话。陈日升今年26岁，来自台湾，谢谢。你好，陈日升也曾经获得过在日本举办的国际魔术大赛的金奖，金奖，包括在马来西亚举办的国际魔术大赛的金奖，是没错。这些头衔也让我们对你今天的表演很期待哦。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看我一身装扮就知道，我跟一般魔术师不同。今天要带来的是情境式的魔术，来，掌声欢迎，谢谢。
来的魔术师，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设立一个环节，叫评委学一招。哎，对，陈先生今天有没有准备？有，太好了，准备一套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真的生活魔术。哎，那我要邀请现场我们三位，其中一位美若天仙、最婀娜多姿的孙楠老师，掌声欢迎。我的口袋里面呢，这里有五张卡片。嗯，好，五张卡片就好，因为只有五个夹子。嗯，现在拿起来呢，我把你拿好。好，我把它洗乱。好，靠近点。洗乱之后呢，这就扑克牌嘛。对，扑克牌。嗯，孙老师一只手指头借我一下，从里面随便抽一张起来给大家看。好，我不要看，给现场所有朋友看一下。好，我转过来，我不看，看到了。嗯，好，放进去里面，随便放进来。好，我把它随便的洗乱。接下来要开始做实验了，开始做实验了。怎么做呢？我要跟晒衣服一样，这个叫晒扑克牌，把五张扑克牌呢夹在这个夹子上面，相当的不寻常动作。嗯、好，一张一张夹上来，第一张，第二张。高级点。这五张里面呢，有一张呢是我们看孙老师选的，没有错吧？嗯。但是现在包括我不知道是哪一张，对。所以我们要进行心电感应，麻烦孙老师把感应器戴在你头上。好，仔细看，仔细看，这是非常专业、严肃而且认真的表演。开始感应，专心想着你刚才选到的扑克牌，专心的想，你会发现呢，夹子呢会开始产生一点点细微的变化，专心的想，专心的想。你发现呢，五个夹子里面呢，就一个夹子会开始慢慢的变形。有一招，就是你刚刚所选的，梅花酒，谢谢大家。好，我来教大家这个魔术，非常非常的简单，麻烦一下。好，大家可以回去用到日常生活中的一夹子跟扑克牌，完全没有任何的机关，这个不是道具魔术。没错，你只要花区区的几块钱，就可以表演相当神奇。太好玩了。好，排一下。好。首先呢，扑克牌呢，你要找出五张，对，而且呢，按照大小顺序排好。哦，他抽到哪一张？他抽一张，六九，这就是九。嗯，好，大家知道是九之后，我就收起来，把它洗乱。嗯，重点来了，对，重点是后面，对吧？怎么能翻过来呢？第一张十是不是他的牌？不是，不是，不是他的牌，可以夹下面一点点。第二张九是不是他的牌？是，是，我知道是他的牌，所以我夹起来之后。往哦，上面夹，跟那个绳子连在一块儿。第三张是不是他的牌？不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往哪里夹一点点？下面夹，下面冷空着夹。当然，你夹不能夹太夸张。有些人第一次变魔术嘛，夹这么下面，很明显会区分。啊，对对对对对，靠近点，靠近点。对了，只有一张是连着绳子的。这时候呢，轻轻动到你的手指头，哎，像这样转它，转转转转转转，送给大家，谢谢。哎，太棒了，谢谢。虽然你没有那空中飞人那么惊险，但是你们的精巧让我看到了你们
把球能玩成这么样，那什么事办不成？上春晚没问题。谢谢老师。谢谢刘导，谢谢。这真是不容易，我也觉得不容易。你说一个踩在另外一个脑袋上，还能这么着？还下台阶儿呢，是吧？盛老师，你别说他练，就咱看都看花了。几个球啊，怎么那么快啊？所以他非常熟练。嗯，那就得说非常默契。对，这种高度的对艺术负责任的精神，虽然你们很年轻，非常值得我向你们学习。谢谢，祝你们进步。谢谢施老师的鼓励啊，谢谢。刚才看到他们两个人之间，其实真的就像施老师说的，很多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在用眼睛去做判断，而是一种感觉。就你能够，我们在这儿看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和那个球是人球合一的，然后他们两个人之间其实也是合二为一的，虽然各有所长。我觉得这个特别难得，就特别是在他踩到脑袋上的那一瞬间，我就在敬佩他们两个人，一个是那么的愿意承担，而另外一个居然就这样100%的去信任自己的对自己的伙伴另外一个人，这是一种特别棒的一个心理素质，我很敬佩你们两个。好，谢谢几位老师的鼓励，我们也继续加油好不好？好，我要上春晚行不行啊？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也再次谢谢两位小演员，谢谢。今天我们是代表来演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参加演出有24个演员，演的就是刚才吴越说的，吴老师说的《宫十九卷之镜》，掌声欢迎。各位评审的感受，黄导，冥想全世界的这样中国功夫，把它演绎成为，它就是强身降体，是为了和平，为了锻炼自己而存在的。所以我感觉到这里包含着很深刻的哲理性。所以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潜力无穷啊，内涵无穷，很深远。被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感受不深一些，对，更受到一份感染和鼓舞，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看看各位总导演。有什么问题？我有个问题，就是假如说针对这个节目，两个导演有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个人说节目里面绝技的展示更重要，另外一个人说美感的展示更重要，假如有这样两种不同的意见，你们觉得哪个意见更有意义，哪个意见更应该听取？我觉得应该听取第二个意见。因为什么？因为武术其实是一种文化，它不仅仅只是一种运动，所以说我们呢更加注重的是这种文化的体现。但我插句嘴啊，我觉得这是你的经验不足，如果换成我的话，我就回马东老师一句话，两个人谁说了算我听谁的。反正咱们总之就听导演话呗， 是吧？谢谢导演。对，谢谢。而且这个评价也很高了，认为你们已经达到世界级的表演水平了。再次谢谢三位，谢谢，敬礼。也谢谢吴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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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介绍一下来自台湾的魔术师丁建中。是的，大家好，我将利用这个日常用品呢来做一个小小的示范，让现场的所有来宾朋友们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看到底你们眼睛所看见的什么是真实的，而什么东西呢是
幻觉，什么是真实的，而什么东西呢是幻象。我准备了一份报纸，首先呢我打开第一页给我左手边的朋友看看，这是人大专刊，记住大标题啊。OK， 好，再来第二页呢是，最后是诈骗行窃，诈骗行窃近期大修。OK， 好，最后一页呢当然是给我们最右边的朋友了，听书馆，这几个大字哈。好，两张非常普通的北京日报拿在我的手上了，大家注意喽，我要来考验大家了，看你们的眼睛快还是我的手快哦。我将两张报纸的对着中间的位置，轻轻的划开一个小口。现在有哪一位朋友可以告诉我，我手上现在有几张报纸？四张。四张报纸对着中间的位置，我再来试一次。八张。再来一次好了。十六张。再试一次。三十二张。我将报纸呢再撕一次。哎，为什么留了一张呢？现在有多少张？63。对，这位数啊，我发现呢我们董卿小姐的眼力非常好啊。对，你留了一张，麻烦你帮我撕下来好吗？可以吗？可以啊。这样啊，对，现在有几张？64。64张啊，错了，我手上还是63张。好，好，把董卿撕下来这张报纸呢放回来稍微的整理一下。我想呢刚刚我在做的每一个动作，如果大家看的都是真实的话，那就表示什么呢？表示大家通通答对了。不过呢非常可惜的是，因为我手上始终呢还是只有两张报纸。其实每次到这一刻我觉得最享受的时刻。哇，谢谢，又一次不可思议。还没结束，应该要给现场的所有朋友们看看刚刚是不是同一份报纸哦。首先呢我们打开第一页，人大专刊，你说的对。再来看看第二页，诈骗行窃近期大修。好，再来最后一页，听书啊，两张报纸又神奇的复原来了。欢迎朋友们在收看我们我要上春晚节目的同时啊，也通过 CNTV 我要上春晚的官网进行投票，为你所喜爱的表演者投上一票吧。我们也将从所有在网络上给我们留言的热心观众当中每期抽出3位幸运观众，获得由阳光保险集团独家提供的时尚平板电脑一台，每人一台。另外也将在短信平台上为我们留言的观众当中抽取3名幸运观众，每人获得一台由阳光保险集团提供的时尚平板电脑。另外我们还将在年底的时候，在全程参与我们网络和短信互动的观众当中抽取30名幸运观众，也将获得阳光马尔代夫之旅和阳光春晚系列保险一份，也期待着大家的参与。是来自芬兰合唱团的几位朋友，这是一支大学生合唱团。有没有统计过自己目前到过世界上多少国家和地区去进行演出？We have been in 6 or 7 countries. 6到7个国家。希望你们今天来到中国，也有一些跟中国有关的表演。掌声欢迎他们。的痛，真正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事，一样的痛，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改动。手牵大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冲，让世界主导。大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冲。
合唱团是学生男生合唱团，可我实在看这位大叔怎么也长得不像学生。We are very young. Our average age is 25, and many of us are still students. Believe us. 尽管他们不是音乐学院毕业，但是声音非常好，嗯，而且很默契。我觉得特别激动啊，因为一个是他用中国元素用得非常好，也简单一目了然，对，鼻子呀、功夫啊，以及那还有最后那个垒起来的那个战斗胜利，对对对，好像长城，我们歌颂长城的时候也会这样来表达。而且我觉得他的包装呢有特别智慧，还特别简单，让普通人觉得很亲切。他们整个和声出来很中国话，听着很舒服，不是那种西方人那种和声出来叫我们一下接受不了，很洋的感觉，所以加上他们风趣的表演，我觉得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音乐理解得很好。永远的25岁，永远25，这点跟楼导很匹配，永远的18，对，相当相当默契。来，再次掌声，谢谢我们这些男生。